疫情都會過去嘅一日㗎嘛，咁唔會無止境延續落去嘅。放完個年假翻工之後，啲郵件好似排山倒海，無窮無盡咁樣喺世界各地咁運入嚟咯。喺個郵件上咧，都會寫低係口罩啊，或者係其他啲清潔消毒物品咁咯，不停咁做咯，連續咁不停咁做，不停咁做咁。啲同事你有啲都可能收咗工，咁亦都可能留喺度幫手做義工，連 OT 都唔會簽嘅，去幫我哋一齊去處理啲郵件，驚都要去完成你自己嘅工作嘅，因為大家都覺得企喺呢個位置就係想盡快將嗰啲郵件咧係交翻俾啲市民嘅手上邊。咁我哋每一個人做翻好自己嘅本分，咁疫情就會好快會消失噶啦。